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吧。距离纽约市仅一小时车程的大熊山州立公园位于哈德逊河畔，是纽约客周末度假的休闲胜地。停车场都停满了。大熊山原本是铁路巨头爱德华·亨利·哈里曼的私人领地，他1909年辞世之后，其妻子将100万美金和1万英亩领地捐赠给纽约州作为公园用地。后来在摩根大通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帮助下，这片公园用地扩大至4万英亩。大熊山州立公园内有14条总长38英里的森林小道，对于纽约客来说，这里不但是徒步远足的最佳选择，依山傍水的大熊山旅店、林间小道旁的博物馆和动物园，太晚了，走吧。被原始森林环抱的游泳池，秀美蜿蜒的哈德逊河谷，还有钓鱼、划船、烧烤、野餐等室外活动，都为人们的休闲时光增添了更多色彩。吃什么？我可以吃这 chips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yummy。哇，这队够长的，这队。Okay. Just remember, you must stay seated at all times. No switching seats or boats. Okay. Thank you. 感谢您的观看，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，关注更多内容。